整包班只考虑转向，不考虑员工的心。撒个尿啊！只考虑赚钱，不考虑员工的身体。为啥？因为我没，咱没练坐吗？没练坐也要撵咱走吗？让咱回家休息吗？趁着这个别的啥我没有做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出这个别的任务，我给你做吗？我差你一个任务吗？你做了呀。做了，为啥我喝不了八名可乐？你为啥逼着我喝八名可乐？然后我喝不了，然后要撵我走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把这几瓶可乐喝了，那叫我逼你；你没喝，那就没有逼，懂吗？因为你没有做这个事儿，怎么成逼了呢？那为啥要撵我走？因为你那不是还得因为你的，我这八瓶可乐没给你喝，你这礼物没给你转，所以说你才撵我走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给，那不是还是你，那不是说了你的心里话了？感谢蛋总，感谢蛋总。行，暖阳哥，行，行，意思就是让他休息一天是吧？暖阳哥，锤子接，但只有一个锤了。你只考虑你的赚钱，你不考虑我的身体。然后你要撵我归南府，弄得可好。吹气，气锤吹气。感谢花龙哥的飞机，感谢花龙哥，让他明天回家亮的一天。我明天我就直接走了，花龙哥不是那个暖阳哥，我明天直接去郴州了，我明天不在广州了，我待会儿下播我就买票了，我就买去郴州的票了，我去我朋友那儿。没关系，兄弟，反正这已经回国了，就是带不带他，我都是要找人才，知道吧？凑个人头，兄弟们，凑个人头。感谢暖阳哥的飞机，感谢暖阳哥。感谢暖阳哥。
感谢奶羊哥的火箭。打多少星？一个飞机你说几下？问你了。十下。总共打多少星？十下。感谢华龙哥的飞机。打中间，把我打我后脑勺。我是瞎子吗？我跟你说一下。你看着前面。你后脑勺在这儿呢，我打到了吗？我说你往中间打好不？这不是中间吗？感谢花龙哥三架飞机。怎么三十架呀？暖哥那个不是打的。帮忙凑人头，用帮忙凑人头。哦，还有十架是吧？咋还有十架呢？人家送了四个飞机。感谢空灵哥的办卡。锤烂了。再打一个，感谢花龙哥的又一架飞机，感谢花龙哥。一会儿结束，我直接收拾东西，坐车去南站了，兄弟们。我今天晚上住南站。真倔呀！就这都不用我了，真倔，真给我倔。天天丧着脸，也多难受啊！下播了也是，天天丧着脸，真够绝。真够绝。锤质量太差，就这都不用我了，因为没给人喝四瓶可乐，所以才不用我了。收人挣了礼物，所以不用我了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自己去南站，不管我了。要搁以前，我直接就给你撵走了。这房间谁开的？
今天下午给你买衣服，晚上去吃自助餐。等于说今天就接了可乐的任务，也算是今天第一个任务。你说，人我就能喝4瓶，你非让我喝8瓶。兄弟，能不能喝我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啊？闹肚子不是难受吗？你是难受啊？生病了吗？如果什么东西都是舒服的，那人家为啥还要下任务？哦，你想吃面，啪，大哥刷个飞机，你吃碗面，这还是任务吗？然后意思。8瓶可乐不喝都要我撵走是吗？为什么我能喝你喝不了啊？啊？那你能喝你咋不喝了？人家老板给我下了吗？他为什么不给我下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能喝，我他不敢给我下。咋没见过你喝了？我在直播的时候，你还在和稀泥呢。还是我少给你转礼物了没？所以说嫌我没能力。不是你跟着我不就是应该赚礼物吗？没来我你只考虑你转礼物，我信你说转礼物，啊，那人身体要不要考虑？你身体生病了没有？我肚子老难受难受病了没有？没有我让你歇了没？你叫我歇多长时间？那我肚子总是缓过来劲，我咋给你做呀？你有你的理，我有我的理，所以说就算啥都不用了。我，凑个人头吧，兄弟们，就是还是犟。就是我还得犟，感谢华龙哥的飞机，感谢华龙哥。就是我还得犟。然后你说行，我说带你去看病，你说行，看病没问题，医生说没问题，你还能接。对。就是你非要去浪费一下这个时间，是吧？对，我看叫医生看呗。我医生说没事，你喝这个对你身体没有影响，我都给你做就完事了呗。老板已经走了，去见医生的路上，老板已经走了。那行，那不见医生，那我身体稿费咋弄呢？稿费我赔啊，我养啊，我给你治啊。行，我要死了，你给我打命吧。行啊，行啊，可以啊。你能打吗？我怎么不能搭？药本身你能打吗？我能搭。你咋能打？你因为我死的，我得赔啊。有毛病吗？就要我这活的，你能弄？你有你这能力？说这不是开玩笑的吗？你能弄吗？哦，你死了，我再给你复活，是这意思吧？你不说你弄吗？感谢华龙哥。原来喝可乐会死人，是这意思吗？我没说喝可乐会死人，我都说喝可乐会很难受。如果是很舒服的话，那还叫工作吗？兄弟们，如果舒服的，那叫工作吗？在这儿我说一句话啊，有时候啊，人家博哥挣钱一点毛病没有，说实话。博哥一会儿我们喝过酒，老板让他喝酒，他就是边吐边喝，为什么人家能挣钱呢？他不难受吗？为啥人家能挣钱呢？人家就边吐边喝，就喝完这一口咽进去了，吐出来，然后继续喝。为啥你挣不到钱呢？为啥你穷人家的身体不是身体。你是没喝完4瓶，你都喝完你吃。兄弟，
六年前我做直播的时候，你多大那，我当时一架飞机一瓶啤酒3秒钟得吹完，吹不完人家老板我都得退双倍，还比你大2岁，比你现在还大2岁。我28、9做的直播，你才多大了现在？46啊。就是啊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什么档次？你在那儿叫嚣？兄弟，别说了啊！一天200，坐着帕拉梅拉，吃着日料，可乐我喝不了。我没喝嘛，可乐我喝不了，我没喝嘛。啥也不是，兄弟们，就吃的太好了，吃的太好了。七一就是就是，趁着那4瓶我没喝呢，我也是。你喝了呀？喝了，你为啥你要说话阴阳怪气了？喝了，为什么后边不喝了？后边你我肚子难受，难受我让你休息没问题吧？嗯。感谢华伦哥的飞机。六星。不知道我们做任务，我查到完任务了。他刷飞机不是我没做吗？这一次我不会再向着你了，这一次我就要站位大哥。以前我都是站位你，大哥走了就走了，就从今以后都不会了，知道吧？意思，今天的四瓶可乐没喝，后边的4瓶可乐没喝，叫我撵走是不是？就不用了。嗯，如就像你那个下蹲，你做到那个程度，嗯，就是天才哥，他背包里还有礼物呢，还有一个3000的，还有600个呢。我那个3000礼物我都不要了，为啥呀？因为我知道他不能，你不能再做了，懂吗？这个可乐能做，因为我自己亲身体会过，确实难受，但是他不够造成伤害身体。刚才我肚子不难受吗？嗯。我不要人休息会吗？嗯，然后呢？现在咱喝还能来就来，意思没机会了。人家大哥都走了，你现在喝着有什么意义啊？啊？因为刚才肚子难受。意思现在好了，咱喝不中了啊。你现在可以啊，你拿出你的态度。5瓶10分钟，我不要礼物，你就态度给他们看，能喝吗？这5瓶喝坏了，我立马带你去医院，我车卖了给你治病。现在又能喝了。
老板在的时候干嘛呢？意思身体征费，你给我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嗯，就这个话，我跟你说，你理解不了，嗯，懂吗？嗯，你直接跟你姐打电话，我给你家人保证，好不好？不比给你保证强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用，现在一点多你给我讲。不不，你这个智商你也理解不了，我直接给你家人保证。你孩子跟着我出现任何毛病我承担，行吗？我跟你保证干啥？你这智商你能听得懂吗？没毛病吗，兄弟们？对，跟他我给他保证能干啥干啥呀？说话一会儿一变，一会儿一变，咱直接跟咱家人保证。因为刚才我难受，我现在缓过来了。现在缓过来，老板已经睡了，他不会再刷了。就是你生气了，你生气了，你缓过来，你就好了。那人家老板生气了咋办？刚才我肚子难受，刚才没缓过来劲。感谢新哥哥送的办卡。因为现在才缓过来劲。懂不懂？现在才换过来的。我听暖阳哥的，暖阳哥，你说怎么弄？暖阳哥，暖阳哥刷了礼物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只听暖阳哥的。意思是老板谁说了算？那废话，那不是老板说了算，谁说了算？我们为谁服务的？说吧，可乐。限制几瓶，最多几瓶，最多的人叫我喝几瓶。说我数，不说十瓶二十瓶。你说，辛苦。花轮哥说：“那我亏了呀，你头又不难受，为什么要垫？”我头不，那不难受，我会垫吗？你那个都说了可以垫东西，欢迎渣哥。我又没说不做。欢迎渣哥，就现在又能喝了是吧？啊，现在缓过来劲一点。阿伯都无限接，二弟还限量，什么档次？我就什么，我没档次吗？我有什么的？华伦哥，暖阳哥哥你在吗？暖阳哥哥。感谢华伦哥的飞机。别烦，别烦，各位大哥别烦。今年你们说什么我都听。感谢华伦哥的又一架飞机，感谢华伦哥。可乐怎么个喝法？一个火箭两瓶，秀哥。大门，我听一下隔壁的有没有声音。五下什么六下？五六七八九十。
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华龙哥。感谢渣哥的两架钻飞机，感谢渣哥，感谢渣哥的四架钻飞机，感谢渣哥。扎哥是弹脑崩还是锤啊？喝一瓶半可以吗？没有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啊？你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啊？不是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邻居呢。坐坐坐坐。不是你从哪儿过来的？很远的地方。啊？你怎么过来的？开摩托车。开摩托车？你是过来是应聘人才的？试一下。你多大了？比你大，比我还大，要不要关门？你哪里人？本地人，啊？本地人，普通话，说普通话。本地人，本地人？对呀、你本地人穿个拖鞋怎么的？你这开玩笑了，你这。你咋知道我们房间后了？啊？咱都拍到了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你们今天出去拍到对面了？哦。操！我说谁呢？你能接可乐吗？可以啊，能喝几瓶？现在3、4瓶没问题。极限几瓶？极限啊，极限应该5、6瓶吧。10瓶能接吗？10瓶？你能喝的话，直接上岗。可能要点时间。你看人家怎么说话的，啊？人家怎么说话的？拿个充电宝。你手咋这么凉？开摩托车嘛。哦，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？你隔两天。啊，去哪里？不是，我说那个，先出去吧，我们出去吧，在这酒店太吵了。拿着锤，拿着那个充气的。所以我们下去吧，这我屋里边有点那个。你本地人吗？ID 叫啥？基佬。基佬。刚刚我在上面问你几楼几楼。你发个弹幕我看。扣个一。扣了吗？扣了。他哪个？别闹兄弟们，我操！我靠了！我看了，吃饭了没有？吃完很久了。哦，吃过饭。你不是要去南站吗？等一会儿吧，等会儿玩，就是今天结束。怎么，你要骑摩托车送我去南站吗？这你摩托车，走啊！我靠，你摩托车这么帅，这什么摩托车？本田的。本田的摩托车吗？
这在市区可以骑吗？市区可不以是禁骑摩啊，的吗？禁摩关开有什么关系？走他走。找不了我就行啊，那你说的也是。你把渣哥那个任务完了，完，把渣哥那个任务做了。啥任务？可乐。你说我今天你闲着，我叫我喝几瓶，说说。啊？你今天闲着，我说喝几瓶，最多喝几瓶。先往前面走，有点卡。你说说我听。好了吗，兄弟们？好了吗？刚才喝了，已经喝了四瓶了。你说咱叫我喝几瓶？总共一天叫我闲着，我说。行了，都快坐，不磨叽。刚才肚子难受。哦，对面，对面，走走走。快点吧，从哪个区过来的？黄浦区。黄浦，那不是上海吗？开了30分钟。开了30分钟。喂，又系你？哇，个靓靓仔，又来挑战你，又来挑战啦！靓仔又来啦！那个，来，那个。两瓶吧，行行吧，渣哥。没有限量，知道吧？直到你喝不动为止。你要不要米酒啊？知道吧？你说吧，我跟你说，我输，我最多能喝几瓶。嗯，你听听，嗯，喝实了不磨叽，咱都开始整。嗯，有一点，米酒没事。刚才喝了4瓶。嗯，咱挑战4瓶，8瓶。那为啥刚才不接呢？啊？刚才肚子不是你为啥刚才不接呢？刚才因为难受没缓过来劲，因为现在缓过来劲了。行，去拿吧。今天就限制，总共就8瓶，中不中？行。去吧。咱拿2瓶。嗯。2瓶。感谢华龙哥的飞机，感谢华龙哥的飞机。先过来。先坐，谁有敲吧，来吧，十下，你替华龙哥做一下任务，坐，你坐，感谢，别打到别的地方啊，就打头顶，10下，我也想试一下，别打傻了，我操，慢点。误伤，不好意思。又想这个，你哥哥你为什么要用个毛巾垫着嘞？还有4项。不行了，打做不了了，做不了，算了，几下了？还剩3下。啊。还是3下留着吧，别打了，因为打不了，已经坏了，留着3下吧，坏了哥没了。锤坏了，拿可乐呢，老板？啊，可乐啊，要，留着3下啊。老啊，可乐只有冰的，没有常温的了。常温吗？常温的有黑色的。对，黑色的是没糖的。你看可以吗？拿凉的吧。啊，开酒啊，酒来了吗？棒。给。抽烟吗？不抽。因为没有，他用力很大的。这是谁的？那换成脑瓜崩行吗，华龙哥？来，这个打又不痛。你拿的什么呀？这什么可乐？哦，百事的是吧？可以，他换成百事的了。
可口的换成百事的。喝完不念我走。你先做完再说。你都先说中不中？你不用，你没有资格我谈条件，知道吧？跟你说吧，这个气更多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换成脑瓜崩。不用喝了。不是，是别的，刚花龙哥锤那个。我坐下，你谈。人家过年我，又找你，哎，人家跟你跟我你手里紧没？继续。中不中？喝完不要别念我。你没有资格我谈条件，你先喝。喝完你念不念我走？你别谈条件。我不是谈条件，是你的问题造成的。喝完你念不念我走？不是我念不念走，跟这没关系。大哥，渣哥已经礼物已经刷了。我说我喝完你念不念我走？你做不做任务？我做。你做，你先做呗。你有啥资格我谈条件？我要。啊？没事，喝，加油。我拿三加十一，你干，大哥。两公里数就是干嘛？不错，对。干一万，你拿水，拿水，拿水，你拿水喝，水有的钱付一下。这有半瓶白开水。老板娘，这他拿了一瓶可乐，老板娘。两瓶，再扫一下那个。你再扫一下。多少钱？不要吹我，本来脑子都不好，你还吹得更加不好。脑子本来就不好。不是你先付一下会死吗？能不能用力点？不是喝一瓶半吗？两瓶。拿去干了。真的扔下去。行吧。你干了干了。因为这东西，这东西有气的。没有。嗯，斗鱼。啊，十一，别到满一杯惯了吧？人家直播间早上说你是一狗。你玩你的狗。流量这么好，局长，欢迎公子哥。你搁这儿品茶呢，人家水有一瓶都喝完了。你别催我，我叫你喝都中了。我不管咋，我这个任务做了不都中了呗？早知道今天二弟的饭让水友去吃了。这个不和我斗了。这个很好喝。那谁还一个汤圆呢？我。去哪里？啥味啊？啥味啊？就是酸甜啊。啊？怎么了？三瓶，两三瓶极限了。你喝两三瓶极限了？因为它有气儿，知道吧？难受是肯定难受的。难受是肯定难受的，兄弟们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不至于生病或者啥的。有气是吧？很难顶的很难受。他干着我找我一个人干着他。我没有看你，我一回头，那个我已经给他笑屁股了。我该输啊，给他救我们，你没干嘛。啊，这逼的鸡
做了没有干了，刘三林。要抄佢，你有冇见我见到佢？有咩人过来？反正我见到佢，你都冇好样。还打嗝呢？有气是吧？嗯。喝了肯定有气。我难过。欢迎豆哥，欢迎豆哥。喝完了，还有老板安排吗？还有两瓶，他还能再喝两瓶。多少给 B 一整一包辣条，他喝不了，他吃不了辣。对，谁有喝那个是冰的。四千，两个大哥应该已经休息了。我靠，两点了，我操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他不吃辣条。没有没有，老板安排喝，我们就回去了，兄弟们。那个充电宝呢？充电宝不给你了吗？没给我。看了多久了？不，有充电宝。看了几年了？你那？跟赵总图搭都看了。感谢郎中哥的生日出逢，感谢郎中哥，老水友了。老婆孩子，老婆孩子都看，孩子多大？七岁了。你翁大，个三舅。不是白酒，这个是，这是你。来个水，开水。外公的三舅。哎，老儿子的外婆。嗯，别一谈新人才，这是水友，这不是人才，郎中哥。这是水友，这是水友。暖阳哥还在吗？暖阳哥，走吧，我们回去，去上面。感谢拉面哥，感谢拉面哥的小画家。手机，我手机拿了吗？拿了。啊，这个店晚上生意这么好。博哥连麦了。Hello。
Hello， 嘴哥。嘴哥。哎，好了好了。来一把呗。可以可以。我们俩现在什么情况？我说一下。啊。我们俩现在在外边，博哥在上面睡觉。啊。然后我们两个得。谁给你俩的勇气连我的？这不来吃医药费的吗？行不行，嘴哥？能不能让我大口吃一口？谢龙吃一口，我也没那个实力，我也没那个实力。